房市长，还有土房市长，宝光一山，王全仁，新义总坛陈全仁，安东道场谢全仁，郭委员、王委员、赖委员，县城民政局局长，各单位到场，各位贵宾，各位点团书，现场所有同修大德，大家平安。哦，全人平安，全人好。破邪代表义和圣堂全体道亲热烈欢迎各位长官、贵宾、各单位领导全人及点团师莅临义和圣堂参加展满义和圣堂开坛落成20周年的纪念和及活动。